黄昏即将来临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他们不会听的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拥抱黑夜吧。全军出击。追随无畏之光。我是命运选择。哦，哎呀，我麦也没打开了，哎呀，我就说嘛，怎么我说半天话，大漠没点反应呢？我的锅。留个城吧，留个城抢蟹方便一点。他要过来的话，可以多个惩戒回点血。恩患，等他骂回来，他死了。不刷吗？主干可30个刀啊！队友怎么喜欢往对面打野身上走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告诉一下我，你死了。别 K 这个头啊，皎月带点蓝随便打人马的，有全技能都没用，这版本人马太弱了。你只要黏着他走，你就可以打两个 QE， 打三个 E 没问题。他这波买装备要出来了，我们走了，我没点蓝不跟他打。不要买法创鞋， CD 鞋加纳什挺好用的。
皎月带点蓝的话，前期可以打的强势一点，可以打得过你很多不好打的英雄。其实皎月打野的话就是刷野快，打架的话前期其实不强，装备起来就很强，有纳什了之后，这样的话带个点蓝的话我们野区发育就方便一点。这龙马刚才在上出现了，那他这会儿应该要刷野刷一圈来到下半区，我去下半区逮他，我点蓝快好了，他这会儿应该已经刷到 F6 了。我们不打三蓝，我们去打哈马，打完哈马我吃个蓝我应该升六了，他应该往三蓝走了。哎，你直接在哈马，那不好意思了。先打他一套，他要摇人了。我们下路有线权啊，下路可以过来的。你吃了我的头不帮我啊，适合吗？他刷的这么快吗？感觉他应该有一组野没打吧。正常情况下，他刚刚应该在打三蓝的。我老人马了，这波一定要。吃了这个蓝，打的慢，稍微慢了一点点，先把这个反水之弓买了。打得快一点的话直接倒六直接一套给他反打了，主要我 Q1 不能连他，他把大给了那没关系了，他该不会还要进我野区吧，这么贪没计划没大的，他这波只要敢进我野区他就死了，他死了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整个飞镖死了，他下一波还要死，我还有大呢，我们大好的比他快啊，打完蓝他应该就死了，右上角啊，八分三十五秒左右他会死啊，他没有红尘在，那他无了，把他跳到 A 了，让他没有退路，我打完这个红他应该就到了，看到没有，打的还是很勉强的，这就是为什么要带点蓝在啊，哎呀偷袭卑鄙啊，这个还击太卑鄙了，我往上去也没用，往上去色体要过来，直接一波单吃啊，人马要去了，他这波有大在啊，应该要抓下走吧，这个牛头很有进攻欲望啊，大概率是在下这个人马，我们去不了就给队友多聘几个信号，说不定能救他们一命，他在上啊，你这都不抓下吗，下了两个没位移啊，辅助还没闪现，什么意思嘛？这人嘛，会不会玩打野啊？我不会玩，今天去斗鱼1233进修一下啊。就是因为他这波打了这个河蟹，所以我们这个先锋可以拿了。哪有人会当着这个河蟹的视野打先锋呢？对不对？教你们一手，灯下黑有眼，我操！怎么有两个眼呢？没关系，哪有人会当着河蟹的视野而且被眼发现打前锋呢啊，
今天教你们一首啊。他来了，先去搬一下这个题目。我到了，我到了，他死了。那时差一点点，够了，715。这不，那时有了，就随便乱 A 他了啊，留个红尘就可以了，他有大也没用啊。这题目舒服了，这歌手怎么声音这么小呢？他这个合计视野已经到了，我们直接吃先锋去啊。有这个那时在，就角月迎来他的第一个转折点了。第二个就是你买神话的时候，买这个冰拳。他只能再上，飘散是我去不了的地方。12分钟了，赶紧吃塔了。这一波线够了，看好啊！一波线我全给他卸了，只要20秒内没人来就可以了，20秒就够了。感觉有人要来了，但是时间好像也够了。皎月猜得太快了，哎呀，起飞，舒服了，万豪要过来了，直接一波1300，哎呀，舒服，这蓝马都不过来了。皎月猜塔就是这么快，真的。可以说是他是拆塔最快的英雄，为什么这么快呢？主要他这个被动的伤害能拆塔，还有被动还有加攻速。来，我看我看，哎呀，都说我扛了，他怎么直接死了？闪现也不开，直接给我们烂塔吗？这个塔我也能吃啊，我舒服了。但是应该有人会来，我赌这波没人来。富贵险中求啊！如果有人来我就死，反正我才150的闪击无所谓啊。哎呀，还有大招太卑鄙了，我这波大方要是有蓝他都得死。我知道有人来的，但是呢，我就差钱买这个神话啊，买完神话我就不亏了啊，我这个无敌了。别看我现在3-4，我跟你们讲，就这一波一血塔这两层塔皮啊，我现在这个发育就跟10-4的发育是一样的啊。如果有人会算经济的话，应该知道我这会是10-4啊，我不说的话可能有很多人他不知道啊。你看我这波出来就乱杀这个人马，他3箱都没有，我2件大件了啊。你们的救世主来了，所有人都得死。哎，没 Q 到他，再见了。怎么还有个牛在啊？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别怂啊！好顶！说了，所有人都得死，不信。留一下，留一下，他就草孩。
哎呦，那是之后这刷野效率就更上一个台阶了。看我怎么折磨这个万豪的啊！就是你叫静夫是不是？听说你打女人很厉害啊！我连点蓝都没给他，啊，这个皎月起来了，随便乱杀子呢，有手就行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觉得 QE 很难的，这不是随便 QE 吗？这不是随便 QE 吗？所以我为什么推荐你们前面偏刷一点，控一下资源，特别是第一个先锋很关键啊。你只要有一波线，甚至一波不到一点啊，有三四个兵在，你就可以单吃一塔，单吃一塔就对面直接裂开了。这人马要偷我蛤蟆，这个人完蛋了。蛤蟆也是你能拦止的啊，放肆。这丹亚龙这个节奏杠杠的啊，2600，看一下钱，2500，先来本这个重伤，皎月出鬼书还挺好的，他 W 的话有神秘值跟法强加成啊，刚好这鬼书的话既有重伤又有法强又有血量啊，非常好用。哎，这一幕我好像见过，又是这个网豪啊，又是塔下一波兵，这网豪喜欢当代。听说你要来团是不是？好家伙，直接把自己的 W 打断了，真有你的。我差点钱，兄弟借点钱用一下。有没有人开个团？有没有人开个团？我落后了，我落后了。我这大局还有20秒啊，四个人，等一下吧，等一下吧。我大马上好了，来，我上了，我上了，来，上，我来了，来点啊，收割啊，可以打。哎，我怎么被自己，我不是我在干嘛，我怎么没过来呢？哎，我这不有点犯病了，这牛也犯病了，我感觉我刚才被小兵卡位了是不是？没事，我全杀了。
我刚才好像被小兵卡位了啊！哎，这基本操作不用刷六的啊，又是这个地方，他又要死了。我怎么知道他在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开了啊！想学吗？啊，点播右上角关注我，教你们。回家了，不贪了，我这个人打得比较稳啊，稳一点来本书好了啊。对面这个阵容混伤的，主要是他们没有人能出巨石之牙，出盾挺好的。我这个石像鬼石斑甲书一叠起来，我要打五个，真的不吹牛啊！我去打一下这个人马。他要过来龙团了，过来给你看看宝贝。暗影冲击，哎，可惜打断不了啊。没血了，来，我被包了就要死了，真有你的呀，把我直接顶飞了。这队友跟怎么跟哈子一样的，能来两个呀？这怕是星际玩家哦啊！这怕是送死哦！我都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都在对这边跟对面打半天了，差一点点，可惜了，没全杀了。我们上单一个在这带，另外两个在吃兵啊。这沙米拉打了我1800，不行，得给他先办了。题目来的团，这题目这英雄这么嘲讽的，他只要来团就没人来管我，我可以全杀干净啊。我这不是石像鬼，还没买书，还没叠起来嘛，着什么急的？说一 v 五就一 v 五，不信是不是？我们十分钟见啊，不用十分钟，五分钟就够了啊，30分钟啊，一 v 五，看好了。我的石像鬼石斑甲没给他买了，买了就可以了，可以搞大龙来。我打大龙很快的。而且无伤的，把这跳弹给他 A 了就好了。buff 归位，沙米拉在吃线，这提莫又在带，哎。这题目也是个沙包啊，他这样之所以能带，就是因为我们这队友能打得过啊，他队友能打得过才能带。这波人马没大的，而且被打残，而且他应该去抓他去了。来，高兴，来个人帮我扛下伤害，他带了死了。为什么不打？来呀，
我都快打完了。其实这无烟扛这个大龙是最好的，他百分比伤害这个减伤 buff 对他没用，他真伤的。哦，吸起来了，十三层了，再来个石像鬼石斑甲，再来个废墟合计钢铁合计，哎，叫习惯了，我大不大？再把书叠满，加法强高啊，我 W 盾就厚，还有加的移速，咋还没到30分钟呢？才26分钟呢。哎，玩这种英雄就不需要看队友的脸色了。对面现在打我也不是，不打我也不是，不打我吧，我把他打死；打我吧，他又打不死我。哎，这是一个送命题啊！你还 A 我，还 A， 再 A， 你再 A 试试，你再 A 试试，你再 A 试试。哎呀，四个人面对我，一个跑了。哎呀，当你面拆塔怎么的也，我没蓝了，待会得去插个蓝 buff， 他对面都不打我了，去搞我的队友去了。哎呀，我差两点蓝 W 没打开啊，主要是我没蓝了，这波有蓝感觉可以全杀干净，没关系，这文员应该能收割啊。哎，我书叠不满吧，我感觉这个书也得改了，这样子这把应该买个水滴的，这么顺蓝到用时方恨少啊。我看看待会我钱够不够，这最后一件可以换啥呢？可以改那个，我想一下啊。哦，这沙王打了我2000亿魔法伤害啊。可以来个中亚骑士，或者来个冰心之类的。小龙没人去吧？这人马也没去，可以拿。他们好像也没去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我的石斑甲要好了，抢到了，可以。大船了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，全吸到我盾上面去了。还有一个点了，再见。我这手实在会十八甲。沙米拉的这个大直接没了，21层了，还差4层啊。吃个蓝，吃个蓝，每次都是缺蓝。对，主 Q 辅 W。这皎月怎么赖皮了呀？我有100种可以打爆皎月的方法啊！不过皎月起来了之后确实厉害，他前期没你们想的那么强。皎月哪是赖皮，瞎子才是真正的赖皮英雄啊！
退一下，退一下。这过年还没到呢，就磕上头了呀。算了，不打这个牛，这牛太厚了。沙米拉挂机了吧？杀这个人马吧。他这个大招每次都是拿来跑路的呀。刚好十五，看到没有？一打五，这个输满了，游戏也就结束了啊。对吧，应该是一个左边拉板的节奏啊。感谢这个夜仓他奶奶送的飞机啊。那没办法，人家有大板。伤害最高，